年你的事业重心都放在台湾和中国大陆，经常需要中台新马四地来回奔波。大家都知道你是出了名孝顺又疼爱老婆的好男人，你是如何做到家庭和事业两兼顾呢？其实这方面我们已经讨论很多次了，比如说孩子的成长，还有父母的奉养的问题。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个既可以三代同堂，又能确保家人得到无微不至照顾的理想家园，那该多好。是啊，就算是足不出户，也享有 resort 般的设施跟服务，那我们就可以安心专注我们的事业了。最好就是远离城市的繁嚣，贴近大自然，还有呼吸新鲜空气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怎么可能，不可能有这样的理想家园的。有啊，那就是 MB Group 嘉诚集团位于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特区的优质房地产项目 Sungai Pulai Wellness Resort。